光。每一年的今日是我很等待同埋亦都好緊張嘅一個日子，我想多謝每一個發展商俾機會我哋去配合，俾好嘅項目我哋賣，亦都好多謝一路以嚟同我哋一齊行嘅夥伴。喺2015嗰陣時，我哋只係有30個 active agent， 到今時今日我哋有300個 active agent。就算今日我乜嘢條件都冇，只要我肯做，我肯學，我肯改變，生活一定會有希望。今年會比較注重嘅嘢係訓練。所以又會有很多不同的 training 去增加我們的知識，增加我們的能力，不斷地去進步自己。無論將來發生什麼事，是怎樣的情況，我們 IBG 這裡一定會支持你們。你們過去一年的付出和努力，在今天你已經受認同。没有想到我这一年的付出带了我不少个 referral， 所以谢谢你们全部，我会2019年做到更好。如果你想找未来梦想挑战，你可以找 IPG。 感谢你创造一个那么好的平台，让我们好好的发挥，好好的赚大钱，学习了很多东西，谢谢你 Patrick Wong。 我们带着 IPG 的精神，多一份责任，多一份认真。我覺得做任何嘢都好，只要你肯付出，可能到最後你所得到的比你想象中是更加多。今晚我好多謝 IPG 再次俾個機會我企喺呢個舞台上。小成功是靠個人，大成功是靠團隊。如果你想過不平凡的生活，你就要做出你自己想不到的成績。令我哋每一位华丽转身，从平凡去到不平凡。因为 Patrick 俾我哋太多 mission 同 mission， 所以呢样嘢我哋一定要携手，大家一齐勇往直前，达成呢个目标。如果你哋相信嘅话，请相信 IPG 呢个平台。严慧萍，那今天非常的荣幸，也很开心能够收到 IPG 的邀请来出席他们这个富有主题性的晚宴。那我在这里呢，要祝在场的每一位朋友在这个2019年都可以轻松欢啦，因为我在这里感受到满满的年轻有活力，大家都是很有动力的在为自己拼业绩，今年一定是棒棒的。